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陶喆，快乐就在 Yeah Channel V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阿杜。那么今天呢非常的开心来到这个上海的第二工业大学，那么因为今天呢是妇女节，所以在这里呢我要为这里的女学生做一些福利，给他们一些服务。小姐来，她不理我，她都不理我呢，好可怜。好，小姐，我可不可以帮你泡水？都不理我，好尴尬。有男朋友的算了，当然被打，被走，不要，再等，耐心的等，看谁要让我帮他，这个泡水，好不好 ？OK， 刚好来了一个，我就干脆就直接进去帮他泡水了。有男朋友四个，小姐，我可以帮你们拿泡水。阿杜啊，是的，你好，来我们学校啊？对，因为今天呢是妇女节嘛，所以想来你们学校为你们服务啊，对，为所有女生服务。啊，那不用不用了，那我们可以当然去。没关系，因为反正我来到这里也要就是对不对，做一个就是三八节嘛，对，妇女节的一个。第一次来我们学校，怎么考虑在就是啊，我们大明星。不会，没关系，这是应该做的，男生应该做了一个服务。确定要做吗？对啊，工具都这么真的全多，真的八个，一人拿两个，那怎么打？好，你能行吗？行，没问题。好，试试可以。像我这样的这个粗犷的男生，应该带两个来都没关系。好，谢谢。烟的，好，你有好多水吗？没有，第一次，应该的哈，我穿的挺好。这是我的，好，该走了一段小路啊，觉得这真的。八瓶真的是好重啊！哎，几楼啊？腿软了。阿杜也是第一次踏上我们的新景舞台。对啊，其实有很多东西都是从这个起点开始焕然一新。阿杜这次带来的新专辑里面也有一些过去不曾唱到的曲风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对对对，其实有蛮多就是比如说有这张专辑嘛，最新专辑有一首比较轻快的歌曲，而且。听起来呢，之前呢，如果大家听到这首歌曲，会觉得还蛮蛮意外，因为之前呢还没有尝试过这样的曲风。哦，蛮少。叫什么歌啊？叫睡不着。睡不着。哎呦，这是昨天我真实的写照。我知道来二工大我也睡不着你。其实真想知道阿杜睡不着的时候会唱什么样的歌，不如你就清唱两句给大家听听看。好，活泼一点。睡不着，香水的味道，亲吻和拥抱，统统都不在。床再高，世界颠倒了，飘过的绵羊变你模样。唱这样的歌就会控制不住想要投篮了，你看。对，就是如果同学们半夜睡不着起来打一会儿篮球，是一个不错的方式。对对对，而且今天也是一个跟大家一个很好的互动交流。刚才我们虽然说这首歌没有排在今天的歌单当中，就清唱的方式也看到了在新专辑当中阿杜的一种改变。所以你要想了解一个古今中外越来越不一样的阿杜呢，就要听这张新专辑。不过我们相信更多的朋友愿意听到你最标准的杜氏情歌啦。对。好，那么现在呢我就带来还是最新专辑主打歌曲跟专辑同名叫 I Do。 哦呦 I Do， 这样好不好，唱 I Do 之前我要全场跟你一起来呼应一下。好，大家一直奉献给阿杜爱，给予阿杜支持，愿不愿意用英语来告诉我好不好？
OK， 好 ，I do 送给大家，欢迎。Hello， 三位朋友，这边的同学呢？还有，在我前方同学。等他，请为我等等，此刻我还没回神。是我不够勇敢，你要的我又到底是怎样？等等，我要求等等，我感觉我爱太深，你表情有点不认真，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，掩饰着什么？爱的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，爱的甚至我不哭，爱的无论你要怎样突然结束，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。爱的从来没有想过这种地步，爱的怎么你也哭，爱的我知道你确定是个难处，我真的面带微笑对你说 I do。 等等，我要求等等，我爱太深，你表情有点不认真，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，掩饰着什么？爱的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，爱的甚至我不哭，爱的无论你要怎样突然结束，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。也很痛苦的说，爱的。